一万两银子还嫌少啊，姑娘。我也很喜欢银子啊，不过我不喜欢你嘛。如霜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。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。你为当我的丈夫那么容易吗？要怎么样才能当你的丈夫啊？我丈夫要武功盖世，状元之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立刻请出。